大家好，我是大美手工。今天我们来学习做这一个单元花片。这个单元花片比较容易，多高一些可以做抱枕，也可以做毯子。环形起针，在中指上绕一圈，把线勾出来，三个锁针。四个锁针以后钩针绕线，钩针从大的线圈穿过去，把线勾出来。这四个锁针就是三锁针为一长针，一锁针是过渡的。那我们这里是三个锁针，钩针绕线，同样的勾出一个长针。一锁针，一长针，这是第二组，接着也是三锁针，第三组，一共是勾四组，好，勾完这一圈，勾完最后一个两长针，也是有一个三锁针，那接着我们在起立针的第三锁针的位置，在这个地方。引拔连接，接着我们把线圈给收紧，就拉这一条短的线。现在成了一个小的正方形，那接着我们也是四锁针起立，三四，每一行都是四锁针起立，钩针绕线，在一长针的位置，就是第二个长针的位置。勾出一个长针，那现在我们到了三锁针的地方，勾完一长针以后也是有一锁针是过渡的，钩针绕线，在三锁针的位置，把钩针穿过去，勾出一个长针，这是转角的地方，那也是同样要三锁针过渡，钩针绕线，同在三锁针的位置。再勾出一个长针，一锁针，到下一个一长针的位置，就在长针的最上方的这个，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出来，啊，一锁针，在下一个长针的地方，就再勾一个长针，接着到转角，好，勾完这一圈，勾完最后一个转角，我们也是有一个一锁针。在第三锁针的位置，这里引拔。接着第三圈也是四锁针起立，钩针绕线，同样的是在一长针的位置，这里勾出一个长针，一锁针，在下一个长针的位置。再勾出一个长针，一锁针。那到了转角的地方，我们就重复上一圈的，也是一长针，三锁针，三，同在三锁针的位置，再勾出一个一长针。那到下一个一长针的位置，一长针一锁针到转角，好，勾完第三圈。接下来第四圈也是四锁针起立。现在我们看过来，第一行是两长针、四长针、六长针，那这一行就是八长针，转角的地方不变。好，勾完这一圈，勾完每一圈，我们就离起立针的位置，这里有两个长针，那我们也同样的是。一长针，一锁针，再一长针，一锁针，在第三个起立针的第三锁针的位置，这里引拔。好，我这个是勾四圈的，如果是你想往下勾的话，那又是按照这同样的方法啊，把它勾下去。那这个单元方。